国粹精髓为您悉心传授，修身养性指引健康人生。欢迎来到由功夫者品牌服饰独家冠名赞助的功夫者网络课程班，我是本期的主讲王教练。今天我将为大家讲解抱双腿摔的技术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，请关注我们屏幕下方的功夫者官方网站。如果您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和问题，可以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 QQ 群总舵和分舵进行沟通讨论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功夫者官方微信平台，那里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为您分享。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。下面有请我的搭档王伟健同学和我一起为大家做示范。先为大家介绍抱双腿向后摔的技术，这个动作稍有些难度，大家在训练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在大家没有一些基础的情况下，可以参考功夫者之前的视频，柴教练以前在视频中会为大家讲过一些滚翻抢背的基本技术，希望大家以后一定要先从滚翻这个基本技术开始，然后再练习摔跤技术，这样能保证大家的安全。好，现在我为大家示范抱双腿向后摔的技术，大家请认真看，准备。对，抱双腿向后摔。好，换另一个方向为大家讲解。抱双腿向后摔啊，在我与对手争抢摔到摔法的实施摔法的过程中，我迅速近身，同时下潜，对，贴靠住对手，双手抱住对手身体脊柱，然后用力将对手向后摔下去。下面我再为大家连贯做一遍，大家请认真看，准备。对，抱双腿向后摔，用真强，起。好，这个动作稍微有些难度，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动作很难，那么接下来的动作会相对容易一些。接下来是抱双腿啊，将对手向前摔，大家请看，对，向前摔，准备。对，争抢，我们可以尽量争抢。对，好，我们换一个方向，稍稍向侧一点，对，靠近，对，再靠近一些。好，抱双腿向前摔，在跟对手进行摔法的过程中，切，啊，这就是将对手如何向前摔啊，在摔的过程中，来，我刚才讲解。和抱双腿向后一样，先完成抱双腿技术，然后肩膀配合重心继续向前顶，双手用力将对手的膝盖向后带，将对手摔倒啊！我直接做一遍，大家请看，肩膀向前顶，手向后带，同时发力。OK， 这就是向前摔的技术。来为大家讲解抱双腿向后向一侧摔的技术，大家请看连贯动作示范，准备，抱双腿向一侧摔，来，起。OK， 我们换另一个方向。抱双腿向一侧摔，首先要完成跟刚才的技术一样，先完成抱双腿的动作啊，抱住对手双腿，然后将对手重心抵离地面，向一侧转，将对手摔下去。当然动作速度要很快，下面我连贯再做一遍。抱双腿向一侧摔，准备，对，争抢啊，要屁股。OK， 这就是今天的几个内容，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认真学习，注意安全，谢谢大家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，请关注我们屏幕下方的功夫者官方网站。如果您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和问题，可以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 QQ 群总舵和分舵进行沟通讨论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功夫者官方微信平台，那里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为您分享。